欸，你知道那个不是有人会把那个香肠还是热狗做成那种章鱼的样子？真的。然后我一直很想做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。我一直在想说，这种 QQ 小香肠是可以做的吗？哦，这个我感觉是做不起来。剪一剪，搞不好就有。搞不好呢，说不定呢。你可以有一天做便当给我吃。你说你要吃昨天那种吗？啊，算了，还是我做吧。我刚想了一下，如果有办法吃到那种就是做好的便当，很开心。你要做炒泡面倒是可以，我做炒泡面是好吃的。啊、对，兰兰做炒泡面超级好吃、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超级好吃。因为经历过了一些失败，经历过风霜，你才能看到彩虹。可以，炒泡面是真的好吃。它的炒泡面真的很好吃哎，吊打昨天的100倍。不要轻易尝试。好，来你来这里炒，我继续切菜。哦，好，来。OK， 他炒他的，我备我的。你可知道这样围绕我？那你来先。不要，切。我派给他的那个煎香肠的工作实在是太艰辛了，真的是已经超过他可负荷的范围，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多了。你确定是我可以负荷范围太少，还是你不敢让我负荷更多的范围了？有些话不要说那么清楚，感情才不会不好。